我叫 Ben， 我十岁了，我上 CIA 学校。我的学校很大也很漂亮，学校里有很多的设施，比如说游泳池、运动场。我家附近有一个游泳池，我和我的一家人常常去游泳池游泳。除了我家的大门先右转一直走，游泳池在左边。我不舒服，我要去医院看护士，可是我不知道医院在哪里。我的校长知道医院在哪里，所以我去校长的办公室。Ben 电脑不见了， Ben 找他电脑，可是他找不到他的电脑。Ben 伤心，他哭了。Ben 的妹妹帮 Ben 找电脑。